我发现外国人讲的猪脚其实是猪肘子，我们中国人的猪脚才是真的猪脚。今天花五澳币买了一大袋，准备来做一个外脆里嫩的烤猪脚，等不及了，赶快开始吧。先烧猪毛，给可爱的小猪猪们泡个澡，搓个泥，再按摩一下，口感更好哦。调个卤水，再把这些小家伙们请到锅里乖乖烫好，小火慢炖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开盖别急着吃，你知道怎么让猪皮变脆吗？看我来变身。烤出来之后，撒点翠绿翠绿的葱花，哇，好香啊！轻松撕下一块，皮 Q 弹入味有嚼劲，下酒必备之好菜啊！这也太好吃了，下次小薇请你一起来吃哦。